一张准考证可以白嫖，多少件事情？是不是可以？重庆最大的准考证吧，应该是。我等一下邀请拍个照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谢谢。还没喝就开始拍照了，这也太棒了。现在还觉得它只是一张简单的准考证吗？它可是可以让你免费吃喝玩乐的通行证。星巴克我已经替你们试过了哈，6月8号到13号都是可以白嫖的，就连我自己画的这个重庆最大准考证也可以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像喜茶、奈雪的茶、肯德基、汉堡王都有专属折扣。像你们买手机、买电脑，苹果的话直接用教育优惠，不仅95折，还能送你一副1000多的耳机。像戴尔的话能省2000，小米直接减200。带着准考证去免税店，折后再打85折，这不比代购还便宜？想去游乐园的，全国各地的欢乐谷直接65折，包括这些热门的旅游景区，拿着准考证也是免费玩。你最想和谁来一场不花钱的旅行呢？赶紧从你的垃圾桶里面捡起准考证哈，可以省好几万呢。